秋分的前后，秋燥起，注意要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材，比如银耳。银耳色白入肺，不仅可以润肺养阴，找对搭档，对很多秋天经常见的小毛病，比如肺虚、肝郁、失眠、脾胃不适，都有缓解作用。而且银耳是甘凉清润，有滋阴润肺的功效，还可以养肺止咳。今天用银耳搭配这几物，堪称天生一对，秋天喝肝气顺了，脾胃好了，肺气也足了，秋冬不咳嗽了。首先准备一朵银耳，泡发好之后去掉根部，然后用手捏碎冲洗干净，接着再准备20克干的百合，再准备20克黄芪，再准备一个苹果，把它切成苹果丁，然后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养生壶里，加入1000毫升左右纯净水，按花茶的键煮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这一个糖水就煮好啦。经常喝一喝，脾胃好，止咳嗽。